哎，我说的人家本土本地，哎，流传多年进到骨头里的这种吃法，就是人参蜜片，没听说过吧？只有走到人身边才知道这么一种稀奇的吃法。这个人参做成蜜片啊，可以说基本上适合所有人吃。所有人都能吃，就是人参不是谁都能吃的，对啊，哎，但是做成蜜片之后，谁都可以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蜂蜜跟人参它是互补的，最主要的是，这个人参拿蜂蜜浸泡过之后，不但保持了人参所有的天然活性，它不是降低活性啊，它是保持了天然活性，关键是它不燥了啊。那以前你吃完人参之后有各种各样燥的反应，上火嘛，不行，对吧？但是拿蜜浸泡完之后，加上蜂蜜之后，不但保持了人参天然的活性，而且补完不燥，而且口感特别好，就是很有档次。而且既然它在当地如此风靡，你经过这么多时间的积累啊，一般来讲现在是商品经济，对吧？对，这样的东西早就应该走上市场了，是，对不对？应该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来助力它形成产业嘛，一定要商品化嘛。对呀，哎，于是我当时我就想，一定有这样一条通道。于是我就打听，果然找到当地有家非常著名的企业，去探究一下这个人参蜜片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我还跟着他们到他们的厂房车间，我试着操作一下啊，工业化了一下，对，现代工业化给我们带来改变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。而且我带回来一些我最后做成型的人参蜜片，还有成品，成品给我们带回来的呗，送给王老师，送给各位我们演员一起尝尝鲜，还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份儿。我跟你说，这铁和老师绝对够朋友，是吧？来，每次出门回来都不空手。来，哎，这小的给你吧。好嘞，来，那个你搂着点，别一口全吃了，给胖阿姨。都吃了你受不了，是吧？虽然都说他已经去了燥性，但得有总量。我来一片行吗？您来个大的。我来，行，我含两片小的也行。那就来两片吧。哎，行，完全可以。别嚼，含着，得含着是吧？含着，含它这味道。嗯，甜酸味的真不错。这个我在做的时候，当时我不就说了吗？我做完这份，我要拿回来给我们观众朋友，我要送的啊，对吧？送给观众朋友的有一部分啊。这样，大家现在就可以扫屏幕上二维码，添加我们栏目微信，然后呢，你用语音或者文字发送都可以啊。你就跟我发送什么呢？我想要人参蜜片7个字。嗯，也挺直白。嗯，那不用说别的嘛。实在，我想要人参蜜片，你就发这7个字或者一句话就可以，这就算你获得报名资格。报名资格啊，不是说你说完这话一定给，因为什么呢？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会把所有报名成功的这些人士的名字，文威友的名字，通过屏幕上这个弹幕的形式滚动。滚起来。哎，滚动，就你就等于有这资格了。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喊停啊，喊停的时候停着谁就给谁，送谁。挺会玩儿啊。这会儿老师这样，咱得理解，我们观众基数太大了，这都给咱给不起呀，拿回多少。大家就别等着了啊，赶快对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，赶紧抓紧时间报名，说不定铁红老师亲手制作的人参蜜片就送给了您。